玉雕的另类又来了，来了，他来了。我们做了好多孙悟空，但是这一次决定用这个肉比较细的。他这里说到蟒黄嘛，他这里有点水路，他不是蟒黄，然后这里有点裂。这个料子想了好多题材，之前要做财神，有做观音、做佛、做钟馗都可以。我想来想去，我想做一个斗战胜佛，这些要把它捞空，就看起来特别的有功。当然也比较难做，因为你一捞空，它前面跟后面要一起做，如果到时候做的不协调的话，它就不好看。拭目以待吧。你看像不像你？这是我徒弟蒙恩雕的，他是你的资深影迷。原来这些肉都是好好的肉，拿灯看，跟这些肉质是一样的。他把它哇哇哇哇哇，是为了做出他心目中的星爷。这个是黄红啊，你看上面这个红筋在这里过来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，背着挂。其实我有点担心，我等一下会不会手抖？这些手的位置，它都感觉很透的那种感觉。我确实也是透。好，妈，你自己雕的满意不？还有没有进步空间？哦，有啊，那下次就要进步啊。这个肉部其实要做一下磨砂，但是它这个全身是穿着铠甲，没什么地方好磨砂的。你这个脸磨一磨，算了，就不磨了。这个料子就是有味道，水还不够。你看它这样子都不是很透嘛，这些位置水好一点的它就透。行吧，小徒弟喜欢就可以。我要再提醒你一次，金刚圈戴上之后。你就不再是一个凡人，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够再沾半点。如果动心，这个金刚圈就会在你头上越收越紧，苦不堪言。听到。